不知道，待会儿就可以问一下他。
天我觉得现场是一个热火朝天的一个现场，因为今天室内这个温度有点热，但是我相信也是我们的热情所致啊。我问一下你们，520520呀？接下来就是热情的掌声和海啸，欢迎张哲曼。大家好，我是张哲瀚，谢谢各位海哲能够来参加我的这个风言风语的生日会，谢谢你们的欢迎。好，可以鼓掌啊。我觉得有意思，因为刚刚各位也在说这次是风言风语的主题，然后一开场的时候就唱了你的这个最新的单曲《转身》这首歌哈。我觉得这个事情要问一下，是不是准备要转行做歌手？不是说转行做歌手了吧，只是说就是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前其实我各位海哲已经在网上应该也都听到过这首歌《转身》了哈。这个歌里面其实我不知道作词是你自己，怎么想到说哎要写这样一首歌，来作为自己的第一支单曲，是一首情歌哦。对，情歌是那个流行音乐有名的主题嘛，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感情经历，然后也借鉴一点别人的感情经历，然后就创作一下。哎，说到感情经历，在这首歌当中有没有一些好奇呀？哪一句歌词最打动你们的心声？那个戴哲瀚耳朵那个女生，你说一下，你最喜是哪一句最打动你的心声？今天我觉得是所有的海哲们的福利，因为他们在进场的时候，第一个环节他们就准备了很多，比如说他们自己想了解的关于哲瀚的一些问题，我们非常贴心的是准备了这些内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当面的来问他，好不好？好，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题板。这些问题呢，都是在我们海哲哥入场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都准备好了，然后放在这个题板上面，这都是你们亲手写的啊。哎，对，可以面对舞台来，好，来，对，好，接下来让这个哲瀚亲自挑选哈，看一下，这个好玩。小哲，看见海哲的彩虹屁吹得你开心吗？什么感受？静候佳音。说实话，我有的时候会。就点开微博，看到大家给我的留言，然后，就是确实哈，那个要写出这么多留言也是挺不容易的。虽然你们的话有些重复，导致呢，我真的是学了很多土味情话。第一次看到艺人那么会给自己挖坑的呢。那就来一句吧，是吗？你怎么那么胖，是吧？在我心里已经住不下别人了。什么？你怎么到处乱撞呢？我撞到我心里了。还有好多那种花式的那种像文言文一样的那种，什么你像什么沉入海底的鲸鱼，什么什么呼吸，什么东西的哈，真的很厉害，比我写歌词还厉害。好有这个好有才华，我感觉吧。好，刚刚是彩虹屁的问题啊，所以彩虹屁是开心的，他们可以继续写，对，给我学习啊。好，再选一个来。小雨和苏苏，你更爱谁？哎，没来就更可以回答一下了，是吧？看这个情谊就知道了，谁来了肯定最疼谁，对不对？肯定是疼来的粉丝，对不对？没来，哎，没来的粉丝也疼哈，所以是苏苏来了，对不对？哦，来，哎，所以来了是不是要给点什么现场来的福利之类的啊？福利私下给啊，福利私下给。好，来，接下来继续选一个哈。
他这个是写了汉哥平时怼粉丝开心吗？什么心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啊，这样有爱的才会互相怼，对不对？我经常看到粉丝怼我，我很乐意看到你们怼我，我很开心，对不对？啊，就像我跟我妈平时的相处方式也是互怼，对，不怼就聊天，就是要就比较就是互相的那种才开心，是不是？我都知道你跟阿姨聊天的那个模特是什么了，来呀，互相伤害呀！讲了三个，但最后选一个好不好？好，刚刚有，对的，最后选一个来。我想听你唱粤语歌曲，可以吗？哦，宝贝伦。人后突然感错，茫茫身边应该有已曾有。我的美早抛车送机更票也讲究，自流是干个个也妒忌，原不怎么富有，但我能有为我无忧，而是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还嘴一堆堆的发票，仍记得面中今少几秒，多买一只表，描述做得紧了，已经苦见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自知那样紧要。给他们做了一首歌，哎，陀飞轮，有点忘词。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题板收一收哈。OK， 真的很不错。我觉得今天就是大型宠粉的现场，然后有什么要求都会尽量满足。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福利送到底，接下来是到了游戏的环节了。倒计时了。
答不出来，我们就要给粉丝送礼物了哈。10、9、8、7，你们还是要演的好不好？3、2、1，这个真的很难哎，你是魔鬼吗？OK， 好，来，我们让江汉和我们的三位海神来站在一起哈。刚刚是秃驴头的真的很难哈，但是我看答出了绝大部分，除了最后那个你是魔鬼啊。但是大叔蹄子那个你怎么会容易就说出来了啊？然后他们说大叔蹄子他们质疑你呢。这个我有看，这个我知道的那个段子。看好了，刚刚我们的三位海蛇的表现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有礼物要送上了。听说这个礼物也是经过非常用心的挑选的，你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礼物好？随身用的一些东西。来，带上来吧。随身用的一些东西，好。那就是说，谁送给谁呢？就是编个1、2、3号，好不好？心里有个数，我知道1号、2号、3号。我知道1号、2号、3号是什么，你们选，你们选吧，好不好？决定一下，你们是要1号、2号、3号？啊哈，1号、2号、3号、4号。好，想好了，对吧？他们这次会挺快的，就1、2、3号。对，好。1号呢，我这个就是按体积大小来。我说你不体积大小。健身用的一个弹带，哇！可以回头学习一下啊，怎么用弹带健身？好。然后3号呢，是我吃了一半的红糖。刚刚在后台还吃了一半。对，还剩下一半。怎么办？好了，最后再给你们一个福利，一起来当合影好不好？来，让哲瀚站在中间吧，来。好，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刚刚一起喊520，好吧，来321，520，好 ，OK 了哈，好，谢谢我们三位海哲，谢谢。今天呢是520，我们现场拿到这一份幸运的同学，我们就有一个现场520的机会，给你们机会现场表白张哲瀚。遇见你是我人生当中最幸运的事情，一见哲瀚误入终生，不见哲瀚终生误。贝贝加油，未来我一直陪着你。张哲瀚，我喜欢你。看哥，希望你好，希望你很好，希望你越来越好。看到你越来越好，我都为你开心。希望你就是，虽然真的特别喜欢打篮球嘛，然后也喜欢这些，能真的就是不要受伤，然后。永远爱你，加油！今天北京风这么大，怎么没把我推进你怀里呢？因为你在室内呀。真的吗？是因为这个？就是，他们都说，一个爱豆能给自己很多东西。遇见你，我也是哦。遇见你以后，我就想成为一种人，你的人。你有考虑过我妈的感受吗？阿姨，不好意思，希望我将来跟你一样帅。对，谢谢。对，妈妈说当妈的压力竟然也蛮大的。还有，对。idol 做一个好的偶像，偶像这个词我觉得更多的是代表的一种，就是说能给你很多
正能量的东西吧，能够就是说在你迷茫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他，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学习，更有动力去工作，我觉得这才是偶像的一个定义啊。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同时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家人，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能够去努力奋斗，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希望可以感染到你们，就是说我一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自己的梦想，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如果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如果我有能力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的。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我在来生日会之前，然后看到你新歌的这个下面的评论，有海哲说的非常好啊，说其实 idol 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粉丝就会是什么样的人，说的非常棒。因为就像是我们今天看到我身边的哲瓒，他就是一个非常积极、阳光、乐观，然后随时随地在散发着正能量的人。所以说，你的海哲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所有海哲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和哲瓒有关系的，在做公益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段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哲们在做的公益有关的事情。我知道你可能在网上之前看过，但是我们今天在大屏幕上再一次看一下偶像影响我们的那些正能量，请大屏幕。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 working all day, trying to make pay,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 hit the sand, take a walk in the waves, with nothing else to do but sipping on suds, working on a buzz, keeping my drink in the shade, taking my time with you by my side.
这饭的粉丝的公益站已经在腾格里沙漠种植了6110棵爱心树，成功的锁住了30550平方米的沙漠东移。我觉得这次数字我们要很骄傲，要鼓鼓掌。这就是偶像的力量，能想到在遥远的腾格里，那里有一片片绿荫，在很多年之后，就是因为你和海蜇之间的这种联系而锁住的。并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阿拉善百万森林基地呢，也特意嘱咐我们小伙伴带来了非常有意义的一块植树牌。听说今天也带来了现场，对不对？我们让同学，对，我们让小伙伴把它给带上来啊！来，今天正好在生日会的这个现场，把它交给哲帆，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时刻啊！来，谢谢，要亲自带上啊！来，对，来合张照片啊！来。首先要谢谢汉哥，还有所有支持公益的海蜇们。这个植树牌是腾格里沙漠沙子做的，就代表我们团结有担当。今后我们公益站不忘初心，像我们的站标一样，心里只有张哲瀚。好，谢谢汉哥，鼻子开始酸了。其实你们就是刚刚就是你们还没进场的时候我已经看了一遍，当然一个人坐在这看的时候真的心里很感动，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作为艺人就是像那边旗帜一样，就是听过就是韩哥说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会因为你去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就是没想到人生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有人会因为我去做很多公益或者很多好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我自己都没有会有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去做，然后我的粉丝能够帮我去做这些事情，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谢谢我的粉丝。就是正因为是一点小小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就是说有爱的举动和有爱的这些行为，让我们变成一个有爱的人，让我们去生活当中就充满爱的去生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说得真好，我相信艺人的人品和艺德也会引领着我们随着他走得越来越远，因为只是有爱在引领我们向前走。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送给这颗爱，好不好？好，也谢谢这位同学哈。好，谢谢你带来的这份有意义的奖章，是用沙子去做的。今天其实除了来到现场的海蜇非常非常幸运之外，我知道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海蜇们，他们都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段视频，让你在后台可以在那个小视频上可以看到，我们待会儿和我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来自台湾的粉丝，很难见到你，但这都不会影响自信里的那份心，一定要继续加油，期待见到你那一天。张哲瀚，我们在深圳祝你生日快乐。 Hello 汉哥，我是你前方的小鱼牌，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我心事不断，我不介意多一些情敌的，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为你加油的，都来四川玩耍哟。Hello 汉哥，我是春风十里不如月你的红红，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
汉哥生日快乐，希望新年岁里事业更上一层楼，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哟、哦、海哲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Happy birthday。 风雨与你，海哲陪你，我们在武汉等你。张哲瀚生日快乐。新的一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碰到跌到手软，然后鬼心鱼尽吃炒粉。哲瀚生日快乐，欢迎来成都玩哦。汉哥生日快乐，希望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忘初心，踏踏实实的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我也会一直一直支持你的。汉哥祝你生日快乐，我冲高了这座山头，以后我养你。我是来自张哲瀚初心返利站的海哲，哥哥祝你生日快乐，哥哥未来一起走花路吧，爱你哦。生日快乐，在新的一岁里最重要的就是把腿伤养好，然后拍出更好的作品，祝你的事业蒸蒸日上，加油。张哲瀚，我在福建福州，祝你生日快乐。最后的那个可以自己不说，前两个要和我们分享。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所有的海哲们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然后第二个愿望呢，就是希望我妈妈能够身体健康，就是不要被我气坏就行。我们一起说一句愿望成真哈，三二一。今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哈，过二年的这一天，然后既是自己的生日会，同时也是自己第一次在那么多海哲面前唱了自己的歌。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要和所有的海哲，包括妈妈说的好不好？现场所有的朋友。应该就是薇姐说，我妈是我的头号粉丝，她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粉丝，走到哪儿她追到哪儿。当然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是离不开就是说父母的关怀和父母的教育，所以当你们有点早啊，就是现在你们要多对自己父母好一些，然后当你们成为了家长以后呢，也要我觉得多花心思去在你的孩子们身上吧，我觉得这样他们才会健康快乐的成长，之后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我觉得是离不开就父母的陪伴啊，很重要。好像有点偏题。没有，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因为我们了解你知道你的胆子很大也很疯，我们都觉得妈妈把你养这么大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挺不容易的。对，所以如果真的只是生日会正好妈妈也在，你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说的，我们把妈妈请上来好不好？妈妈要就在下面就可以了，那你就在上面说给她。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公众场合跟说这种话有点略显做作。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妈妈也想听。哎呀，完了，我们以后又遇到了一个很有这个表现欲望的这个
友情啊，因为平时你可能也不会去说，正好是一个场合，我觉得可以，相反可以更多的吐露心声。其实我觉得说再多都没有用啊，还是做出来比较实在一点，是不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少惹我妈生气啊。对，这个生日愿望，希望我妈能够健康长寿，这个得从我做起，就是少惹我妈生气，然后让她多开心一点啊。好。张震汉生日愿望立的 flag， 少惹我妈生气。好，今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哈、啊，有这么多欢笑和这个感动在现场，也是新的一岁的开始，未来也会有注定的要和震汉一起走花路。今天最后再给各位海哲们说一下，你们还有一份，开始吃了已经对吧？确实也蛮符合今天的风言风语的主题的。最后还有一个礼物，听说要给我们现场的海哲们，对不对？对，嗯，你公布一下吧。就是，啊，本来是今天是要唱两首歌的，但是呢，由于那首新歌还没有做出来，所以今天唱歌。我想想，我的新歌有点忘了。我唱一段前奏吧。上海的雨，整个城市的回忆，关于你。上海的雨，靠近你。好了。不能透露太多。宠粉，今天其实还有一份礼物，除了歌声之外，就是会给在座所有的粉丝都签名。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裂，我会用手中的线为你缝圆，陪你看日升月迁，陪你看沧海变迁，陪你一字又一眼谱下回忆的诗篇，陪你将情节改写，陪你将八荒走遍，只因你读得懂我，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弦。这是缘，亦是命中最美的相见。别很甜，笑容更适合你的脸。再一遍，记起从前的一滴。我不在身边，记住我会在你的心里面。